那天我朋友发现我变胖，义无反顾地从酒吧里拿出体重机，还逼我站上去，笑声连连拒绝，还逼迫我量体重。当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站上去，他看到我的体重还笑我。于是有一天我发现他变胖，马上逮到机会拿出体重机，没错，他胖了。我去买酒的时候被那个店员瞄，哎，他都说要看我证件啊，看我有没有满十八岁啊。好啦，教你一招，买酒不用看证件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不用看证件是哪一招？等一下教你，等一下教我。先生，你的证件。啊！快！这样过日子。我去买酒的时候被那个店员瞄，哎，他都说要看我证件啊，看我有没有满十八岁啊。好啦，教你一招，买酒不用看证件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不用看证件是哪一招？等一下教你，等一下教我。先生，你的证件。这样过了是不是？嗯，阿姨有痛啊？没痛啊，我爱我给你顶下卡，我爱这，嗯，没觉得，那个人体无用不足之机体废物，那我先拿，没不一样吧？还好了没啊？没，所以就是，卡卡摸摸，你说什么？好预约。等下三四点我才麻烦，我一个工程爱用。哪里？我讲了，我甲这个工程是迄个人体血液循环和肌肉新陈代谢大王。他比我快两分呢。我太难了。骗没做过员工。老板的车来了。这是谁的车？去确认一下。是老板的。好像是老板的车，现在一五三了。跑，同事。